自由中国各界在台北市中山堂里举行一个盛大的集会，庆祝44年劳动节。中央党部评议委员马超俊、内政部长王德普、台湾省政府主席严家淦都出席致辞，勉励全体劳动同胞增加生产，为反共抗俄斗争而努力。会中并由严主席颁发模范工人奖状和康乐比赛优胜奖品，最后全体工人并表示一致支持政府，确保金门马祖消灭共匪。